用他向着王福音，玛利亚、马德勒纳到彭博瓜痛哭。一哭的时候，父亲入这个彭博来退，有那位请白沙的天使做到安放，耶稣主身体的地方，这个到头部，这个到脚部。那位天使对他说：“能进入口的街。”他回答说：“有人将我的主搬走了，我唔知伊能搬到几个。”打字话的时候，伊回过身，听到耶稣主徛到许个，却未见着伊。耶稣向他说：“能进入口的街，你确定点？”他以为是横丁，就答：“先生，那是你甲伊搬走，你甲我哪里搬伊到几个？我可徛到等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玛利亚，伊专心用希伯来话答拉布尼，意思就是师傅。”耶稣向他说：“你卖拖我卖帮，因为我还未升到我父个。你教我个兄弟去甲伊人打，我升到我父个，人们个父何个？升到我的天主个，人们个天主何个？”玛利亚、马德勒纳就去告诉门徒说：“我见着了主。”并报告了耶稣对他所说的话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各位兄弟姐妹，今日的福音就提到玛利亚、马德勒纳到彭博去。了耶稣主向向给伊的时候，伊竟将即时认不出。伊发觉到给伊打话的咩是恒定。迄种是伊心情真毛真伤心，所以伊个目屎拢总砍掉，伊个目伊个心也是砍掉，所以即使认不出耶稣来，人是会明白。其实就算伊个十二个门徒啊，耶稣做向向和伊人个时候啊，伊人即使啊即使之间也是认不出耶稣来。正在时候，咱个心那是无准备好，咱个心那是想着咱爱听个物件，咱爱听个物件，了咱就无便接受新个消息。咱将咱个思想、咱个心思，拢从帮助咱家己想爱想个、想爱明白个物件。所以，咱已经学着，咱爱注意地界，咱爱退着地界。了其他个物件，咱有时就是根本都退，你退袂着，听你听无。所以，马德勒那就是叫啥啊？因为伊才能学到耶稣主已经埋葬了，耶稣主已经没了，所以伊个思想根本都无学着耶稣主复活。所以，就算耶稣主复活，徛在门前，伊本就认不出来，但是耶稣主向向而已了。耶稣叫伊个名的时候，玛利亚，哎，伊才认出来了。了，伊爱拖着耶稣主，耶稣主你家咧打，你卖拖着我。你最终我吩咐了，你去报告给我个兄弟，我个门徒个人打，我爱去个人见面。所以，迄种是伊只。请过来才会明白，耶稣主已经复活了。了，伊袂得用古早个思想、古早个想法来面对、接受这个复活个耶稣主。咱家个生活当，其实天主时时刻刻对咱想袂到个时间、想袂到个地方，显示予咱。但是有些人就是因为咱心内想咱家己个物件，咱心内。正在心思，正在理解，所以耶稣主向向吼，咱根本无变经验着伊，所以咱爱开咱个心，爱明白呾天主时时刻刻、时时处处拢总会得向向吼咱。咱只要对天主开放个心，咱就变经验着复活个主耶稣在咱个生活当。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您。